好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我们来东西，但是我们肚子饿了，先来吃口饭。都说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先拿一个小麦芬，然后再要一个这个三文鱼，怎么能放过这个小丸子呢？来一份这个意式螺蛳粉，看着不错，来一个。今天居然还有大肉串了，真的看得太好了！哇塞，这个大鸡腿看到了就不能放过它。今天的香烟料选一个这个豆奶好了。要说这个餐厅，我最爱的就是这小丸子了，蘸上树莓酱来一口，然后再来撸一个签子。我对于这个螺旋卷的评价就是能吃，来这么大一片三文鱼吃一口，刚刚忘记警柠檬了，这个挤完的再来尝一口。我真的是好久没有吃奥尔良风味的东西了，来一个这个大鸡腿，最后吃下这个麦芬，把吃完的东西放到回收处去。哎，这瓶子该怎么办呀？肚子吃饱饱，可以准备开始逛了。逛完了，好累啊，连吃热狗的心情都没有了。现在准备拎着这些东西回家去了。该不该说我的动手能力还是可以的，都给自己拼好了，然后开始收拾去了。今天是快点，拜拜。